韓國男團 Super Junior 成員崔始源雖然最近忙住拍劇，但係呢日都抽時間嚟香港出席品牌活動，過百 fans 嚟機場接機，場面非常之虛撼啊！近中午時間，崔始源就在大約10名保安護送之下現身，冇戴帽、冇戴口罩遮樣的始源停低影相，仲派心心俾大家添。始源一路行一路同粉絲揮手，沿途有不少 fans 送禮物攞簽名，場面都幾混亂㗎。